请大军为鄙臣主持公道。你说，鄙臣的爱妻惨遭毒手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请大军下令彻查此事。屈夫人惨死，不武也万分心痛。因为变法，朝堂上很多大臣想置屈某于死地。是，何苦要累积家人？你的意思是，屈夫人惨死？ 与朝臣有关。回大军，鄙臣没有。信口开河。景墨，事实尚未查明，切勿乱下定论。大厨所言极是啊，只是全无用处。屈佐托，你借变法之名点火煽风，致使朝野上下不得安宁。 如今你又把贵夫人之死搅到这事儿上来，是何居心？我看你不是在变法救国，根本就是在乱法祸国。屈原变法之心，天地可见。